这厕所男厕所竟然不花钱，你看这面嘛是男女通用加残疾人是花钱的，那面有一个小便池，小便池不花钱，嘿嘿，我这头一次发现，省钱了，尿完尿感觉神清气爽啊，膀胱不那么压强不那么大了，还可以再转一转，我还有大概20分钟时间，我可以到这面这个楼看一看。因为这面这个我一直没有来过。嗯，这个